来，我们就这样子出发。这个也是可以一次得三成就，全牧人基本上就三成就了。铜虎是下礼拜一会复刻，这也是三成就啊，不然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三成就啊。Never over， 鬼灭打不过，屁啦！你鬼灭打不过，你该删游啦，朋友。置顶有这么好吗？居然可以让你们被良心说阿红帅，不是，那跟置顶好不好没关系，是他在讲实话。没有世界有可能吗？可以吧？那时候两年前没有世界还可以用吧？还是不行？其实有点忘记耶。两年前大概是什么世界啊？好像是那只还活着的那个时候吧？是吗？其实有点忘记耶。哦，你以为说我技能就可以阻止我吗？太天真了吧！我们有6万血量哎，哎呀，这个太天真，这关卡有点可爱啊！感谢 CIN 的70块等级，上次没达到 CO， 哇，那这次绝对屌打他啦！哦，巫师电击啊，我还整，哎呦，这个直接来了啦！那只刚出就死了，有那么惨吗？至少还可以活一下吧。那只是什么？用夹看看打不错哎，可以啦，娱乐娱乐。能是七龙珠吗？我了发，先出七龙珠，我再试七龙珠好吗？我这边直接开个主角就好了，我猜就算能消的版面这么少，应该也能过吧。Carry 可以过吗？我猜应该没啥问题，很简单的。八康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消个6，然后再加2康，这样其实可以消。九哎、欸，对对，可以消九康哎、欸，木珠二消蛮轻松。时空旅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之后会跟七龙珠合作吗？是什么时候？讲清楚啊！时空旅人又来啦，我们聊天室一堆时空旅人啊。那我想问你，下一次合作是什么？请解答。哎呦，有那个时空旅人在看台吗？下次合作是什么？可以提示我一下吗？那只可以把代码修，可以啊。那只我觉得应该有接过吧，常驻真章塞一塞就过了。这关卡不是说很难？死神米奇，米奇是怎样？圣斗士星。什么圣斗士有出新？什么是圣斗士新？感谢之家的生日快乐内，左只轮到左下棋手，然后风化在左下，太棒了！那你就右下棋手啊！人生要懂得转弯，好吗？人家搞你，你就转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风化也太多了吧，哥。是在复刻一次猎人，哇，不要吧！猎人有什么好复刻的？会跟 Hololive 的初号机合作吗？谁啊？什么东西？哎，新珠是哪一个？各位朋友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新珠应该是新吧？
猎人来一次就只需要皮卡，对啊，皮卡现在还是很神。不要九桃，很坏哎、欸。大家都说木珠好，我们来转一下好吗？真的是木吗？对耶，血够多哦哦，是在解锁，我直接解锁它就好了。那我们木珠是哪一个？哎，随便转吧。哎哎哎，有人抖内，我看一下，感谢徐小智的300块抖内。高文双队长，你到底想看多少东西？阿土伯也想看，好好好，高文，给您支架30块抖内，时空远全皮卡下船了吗？感谢黑乌鸦的30块抖内，圣斗士星矢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话我们直接转应该就能过吧？他怎么每次都有骷髅头啊？想怎样？他攻击有这么高吗？骗人的吧？什么意思？我直接转好了，他应该会死，他应该没这么暴力吧？是不是在骗人？哎哎哎，到底怎样？这马赛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每次都改版都有奇妙的东西啊，很扯。我直接开这个增加追打好了，受不了了，赶快过一过。这个时候出于好奇心就要碰一下马赛克，我该碰啊。他那个就是干扰你转出的东西而已啊。好，什么被扎了3个毒针就要死了吧？好像是这样的东西。这边就直接手转应该能过、啊，不要卡心就好。反正只要的30块钟内，再问一次，那毒针是版权的？不是啊，上次没有这个马赛克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想问是只有我的游戏有马赛克，还是大家都有？啊，你们也是马赛克吗？如果你们都马赛克的话，那就是什么在搞啊？大家都有，只有我三小辣啊。对啊，欸，我记得上次出的时候不是马赛克，欸，是吗？还是上次就马赛克？就之前没有出东西啊。新时代是马什么马赛克时代吗？还是什么崭新马赛克时代全马？有没有人是高清无码的？就想问一下。对啊，上次是正常的啊，啊，这是怎么不正常啊？怎么同样关卡可以复刻变不正常啊？到底什么意思？这边暗更新不能消，对，只要注意到这个就好了。就我们来叠个猪吧。应该可以吧？好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暗跟新是不是天降几率有增加？我开了1080p， 还感谢 Willy 的30块抖内。独自的版权比较贵，官方买不起。好，我服了。可以，剩下爆发全开，他就挂了。哎，我们开牌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排吧。希望我可以在15秒内排完15顿。我靠，好像都排不了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啊，怎么时间那么长？还好、哦、，easy 啦。请问石油需要练几张？一张就好，不用复制的，一张很够。轻松三成就，各位朋友，感谢天使的生日会等你的影片都是高清无码，附带中文字幕啊！有时候有中文字幕吗？
卡瑞吃，你要出新造型了吗？你在玩传说吗？初中，铜虎一张也就够了啦，不用那么多。铜虎跟西欧都一张就好了，好吧？